佢玩无人机，佢又玩无人机。无人机除咗影嘢之外，仲有冇其他价值嘅呢？其实无人机又点知咁简单呢？尤其系应用喺各种救灾场景之中，更加系非常重要嘅工具。在今年七月发生在河南的千年一遇大水灾之中，内地一款叫做翼龙的无人机在灾区上空悬停几个钟头，为网络中断的民众提供信号，等他们可以发送求助资讯。今年初深圳南山发生山火，无人机进行高空救火，提高了效率之余，亦都避免消防员涉险。2020年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情况下，内地多个城市全面封城，无人机又起了重要的作用，包括协助社区消毒、运送医疗药品、为居民送上食物等等。要讲印象深刻，一定包括今年七月到八月期间，一群亚洲象在云南北迁，沿途获内地林业局出动973架次无人机护航，保证大象和当地居民安全。中国人在科技发明的运用上，一直都在寻找无限可能，力求改善大众的生活。新时代，新气息。OurChinaStory.com 全新感受当代中国。